哎，醒了醒了，师弟，我就说本门的法术还是有用的吧。我们醒过来了。美人姐姐，嘿，不枉费我辛辛苦苦护法，还得帮着驱赶周围的怪物。那就多谢了。不过你们是谁？人家一醒来就在聊。在下长城，这位是我的师兄林星剑，我们都是星宫陈怡社的内门弟子。星宫陈怡社，庐山上萧峰的那个？对对对，你也听过我派大名？我只是在博物学会里看过记载，据说星宫陈怡社的内门弟子都是厉害的阴阳家。你是博物学会的人呐？我跟你讲，师兄，正事要紧。其实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梦见星坠于野，预感有大灾降世，于是下山寻找止灾之法。卦象告诉我，破局之机就在此地，想必便是你们了。详细情形不如等离开以后寻个地方细说。太好了，你知道怎么离开这儿？什么？你们没办法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办法？你们俩又是怎么进来的？我用了师门里的一张符，星宫陈怡社就两张这种符，听说是用王辟邪的血化的，师父把其中一张给了我。你们知道这玩意儿有多稀罕吗？既然这样，你干嘛随便用掉？我刚不说了吗？我卜了一卦，发觉这里有很大的机缘，想着绝不能畏首畏尾的，不然根本到不了这儿啊。师兄，我早跟你说过，行事不可如此草率。不，我不会弄错的。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住了？唉，好不容易下山一趟，好吃的东西没吃够，好看的姑娘也没看够，亏了，这下亏大了。你咳也没用，我们都要一辈子待在这个无聊的地方了，还不许我嚎两声吗？吵死了。走吧。北洛，你太厉害了。我救了，他又在开心。我就知道卦象没错。小樱的眼睛又发光了。真回来了，这一招你是从哪儿学的呀？要怎样才能学会？大哥，透露一下嘛，别这么冷漠。师兄，哎，那个美人姐姐呢？她没有跟过来。师兄，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得告诉你们。什么？其实除了你们几个，杨平也有一些人古里古怪的睡着了，怎么喊都喊不醒。我让师弟师妹们预见去附近的城镇看过，其他地方倒是没什么异常。就是一打开那个游戏，杨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游戏吗？啊，没有吧，不是玩每个游戏都是这样吗？
有在列什么难？往这边走好，我先去看一下侠义榜。侠义榜在下面，不就是一条马面裙吗？找你的才行不行？哪做得好？爹爹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快了，应该就在今日。赃物，这个呢，十份小麦啊。好，我们先去买小麦。那姑娘帮我修好了木车，还没收钱。会不会先帮我触发客栈？这年头，只有种子哦。五三阿兹，目前都还不知道。师妹，你到底跑哪儿去了？不声不响，一走三四天。三四天，有那么久吗？难怪醒过来以后觉得好饿。对不起啊，师兄，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本以为只是闲逛一会儿，结果发生了好多事。人平安就好，晚点你和我细说。如今有个难办的事，城里的一些人莫名昏睡，葛先生也成了那样。葛先生，跟我来。也带我们去瞧瞧吧。这两位是？他们是星宫陈一社的门人，这回帮了大忙，据说是因为预感到将有大灾才下山的。那就一起去好了。袁天士呢？谁？就是那只鼠。哦，他好好的，有时候趁着四下无人会出来说上两句，总问你回来了没。这好像贤妻哦，根本贤妻，好几天没吃东西，最近街上也不知也很瘦些。那位马大夫说话的口音真怪啊。你是说金头发的那个？他还随身带着刀子。这几天夜里啊都不敢睡，生怕睡了。小麦应该不行，先解符纸吧。我们已经离开了客栈，一开始担心这是什么病，就去找大夫，只是大夫也无计可施。眼下昏睡的本地人都在家中由家人照料，外乡人则暂居医馆。夏姑娘也睡过去了。有事吗？多谢少侠。不用客气。
小麦我应该没有，那我们来搜寻赃物吧。娘说，像你这样背着剑的都是坏人。谁跟你坏人？娘说，玩，我跟你玩。都是坏人，不能跟你玩。哥哥是好人哎，我跟你玩。你是变态？什么变态？阿姨也是好人，正在陪你玩。谁是阿姨呀？预防性羁押。我是无辜的，我只是在陪他玩，我只是在陪他玩。谁搭枪就是谁啊。门顺丰快递啊，找错了。有啦有啦，我有组合哦。小孩，娘，哎，一场就够，一场就够。布置要睡到什么时候了？这书有什么好处？我来找个脏物吧。这不如睡觉。先生别客大少爷染了病，大帮吴清正愁着呢，这时候就少说两句吧。
我还指着老师多指点我几句，没想到老师也没睡不起。哎，他的赃物是在……哦，这下面哦，根本搞错，超级搞错的啦！在那边呢，怎么跳啊？这怎么过去啊？嗨 ，DK， 还是啊，我知道了。这样过去了，我就感觉应该是这样飞过去了。那我就跳不进去。哎，跳上来了！有了有了，我跳上来。好像还有东西。在队伍里面，他现在应该不在队伍里面吧？啊，在，还是因为这旁边有其他人在，不方便展现自己的能力。还有亮，我不是已经中间，怪怪哦，
跳上来。啊，总算是找到了。走吧。万一下次相识也不中，我得赶紧背书。婆娘病了，每日的饭禅中这么多星宫弟子，正病不就是一条马面裙吗？找哪个裁缝不行？年纪大了，总是睡不安稳。客栈里的那个老爷爷也病了。山里伤人的不是野兽，是妖怪。好像
有星宫陈医社的道长们下山了。先生也一睡不起了，今年这一科我还要不要去考？其实我觉得古山会不会跟医科会合作还是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初没有合作古二的原因，然后那个原因的因素其实跟古山也有一点关系。如果他们这次古山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代理还很难说。有事吗？多谢少侠。干我屁事啊！其实对岸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你只要东西上架在 Steam 上面就会被破解，但是上架在对岸的平台很奇怪就不会被破解，这是一个在对岸的迷思。所以你发现说对岸很多的游戏他们都就是大部分都是会先出在自己的平台，然后你看到说有出在什么 Steam 上面的，基本上不是台湾有代理，就是你就会发现里面的人是有台湾人的，或者是其他国家就是非大陆人。好像有星宫陈医社的道长下山了。以我自己的看法的话，我会把这种现象当成他们支持自己的平台，对，就支持自己嘛，对啊。没错，如果Steam是大陆的，谁敢破解？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预防自己的命，自己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他们自己搞出来，可是他们却要自己去预防这种现象，我们某方面来说也是蛮有趣的。我兄弟受伤，昏睡一天一夜了，该不会是染上怪病了吧？兄弟受伤，昏睡一天一夜了，该不会是染上怪病了吧？先前就睡得比平日里多了，只怪我太大意。他的精神被封闭在了梦中。封闭？我刚才看过医馆里其他两个人，也是一样。那要怎么样才能帮他们？这些人恐怕无法感应灵力，很难从外界直接唤醒。即使有办法，精神也难免受损。最好是能在梦境中找到他们，再行应变。倘若一直不醒会如何？寻常人的话，精神会逐渐枯竭，肉体也将随之死去。难道不是身体先撑不住吗？以常理看的确如此，但是能够困住人的梦境本就不同寻常。杨平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事吗？没有啊，莫非和那墓里跑出来的怪物有关？
可怪物伤人又不是这样。还有，近几日湖面上的黑莲忽然增多了不少，是否湖中有我们不知道的变化？星坠雨也，不祥之兆，难道就印在这儿了？黑莲，北洛，你们瞧，我身上带了好些朵这种莲花，当初在湖边想着多拿点回去研究，我们几个在古鼎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会不会和这个有关？这些莲花有点不同了，相比在墓里见到时透出的力量变得强大，而且数目多起来之后越发明显，我能感觉到是某种会影响精神和意识的力量，眼前之事多半与它有关。真的？那马上去把附近的黑莲都毁掉。没那么简单，这些花朵必须用法术才能毁去，寻常方法无用。而且对于已经陷入梦境的人来说，即便毁去，他们也未必醒来。是不是就像一个迷阵，即使入口已经不在了，也只是让外面的人进不去，但里面的人还是出不来。对，先前在墓里不是捡到过一个莲子样的玩意儿，也和这黑莲有关。主人，他好看是这是胖田鼠，还会说话。嘿，主人，我以为你把我丢下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每天都盼着你回来。行了，医馆之内不要喧哗。你之前捡到的莲子呢？还留着吗？这个，这颗种子已经坏死了，里面有个空间，或许可以进去瞧瞧。空间？说话不如这么小的一颗莲子里也会有空间？怎么不能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件事就交给我和云无月吧，你需要休息，恢复体力。哦，那就兵分两路，我和师弟先去湖边探查一下，不行的话再下水看看。你那什么眼神啊，大哥？我好歹也是星宫沉音社的下任掌门，3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正经事上绝不含糊。走了走了，等我消息。竟然这样和主人说话，哼，你差得远呢。真真在吃醋，在吃醋。使用莲子，主人。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睡懒觉了。没想到这趟出门发生了这么多事，几天就像过了几个月一样。哎呦！我要去。去外面用。我打算传书给博物学会其他人，看看有没有谁知道这种黑色的莲花究竟是什么。不过既然连葛先生都说没见过，怕是难了。出不去，出去的路啊，在这。可是其实我对 GOG 有点怕怕的。没有没有迷路，只是看一下路。这时候就少
不是，是 GOG 的是那种我买玩家的序号我会不敢买，但是官方的序号我是敢买的。这两天别出来的人也少了许多，就是那种自己私人贩卖序号那种抖抖的。会买到就怕买到其他国家的序号。感谢你的 follow， 那评价不好的序号大部分都 来自俄罗斯吧。我说有东西靠近，也不是说完全不好，就是你要看评价，要懂得看得懂那个评价。买官方还是最安全。此地灵力充沛，方才那种应当不少。来就来，反正到哪儿都没个太平。雾越来越淡了，和被打跑的那些有关。这里原本充满了混沌之力，没在怕的。那些灵是纯粹的力量聚合之物，能够随意变换。他们和你战斗，就会被你身上辟邪的力量影响，之后多半要变成其他模样。哎呦！其他模样，吓死了！哦，哎，真的进化了，眨眼。
了。哇，又进化了。雾全都散了。你不觉得和梦里的阳平有点像吗？但那个阳平的雾不足以凝聚成灵，梦境里一定还有其他变化。可惜这儿没什么线索了，只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种子坏死，力量也不会再往外扩散。这颗种子的灵力介于虚实之间，或许正因为如此，黑莲才能影响梦境。你对梦很熟悉的样子。我族为眼，精神力远胜大多妖族，入乾灵境却非难事。那祭灵族真的跟你们有仇？虽然不知是何者所为，但仇恨做不得假。许多眼都会以人的精神为食，祭灵族自然也是果腹之物。因此辟邪王当年收留我，殊为不易。那你的同族，你们？眼幼时为眼兽，可长成者万中无一。成年后大多独居，少有往来，同有梦境力量，与祭灵族却属天渊之别。眼入梦，多数只为捕食，更有甚者是为折磨他人取乐。妖的能力，在妖族中都有共识吗？像辟邪这样的妖兽，即便是在族中，也几乎只存在于传说里，因为在常世极其罕见。一直都有传言说这一族已经灭绝了。那辟邪的力量又是怎么回事？你说我会让那些灵产生变化？辟邪之力，你不妨把它看作世上最刚烈的力量之一。王辟邪的血脉甚至会吞噬和转化一切与它不同的灵力。血脉中的杀性和贪欲吗？听起来就跟饕餮似的，和野兽也没什么两样了。男主角有点臭吗？换了你会怎么做？我觉得是经费不足，是不是这部这部的脸整体来说都有点，无论强大还是弱小，有点面瘫，操控它都必须出自于我的本心，不可为欲望所凌驾。没有心力再放在脸部这边。我猜你就虽然颜值已经算很高了，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啊，表情。你指什么？眼族之事。眼族是眼族，你是你。辟邪也可以吞吃很多妖魔吧？彭于晏。这种事，难道自己能选？能选的只有吃谁和吃不吃罢了。就像你说的，嘴巴对语音不是古，必须出于本心。上一代还没有。你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意念去控制力量的去向。我曾经听过，对于完全觉醒的辟邪而言，哪怕是一滴血中所蕴含的灵力，都无法违背他们自身的意志。还真是霸道。也没什么好看的了，走吧。酷。嗯，你仔细看都会发现他们脸都有点面瘫的。小樱也有点面瘫，但是他的声音有至少有配出那个感情，就是他的喜怒哀乐我是感受得出来的。有时候明明很开心，可是他的脸却是一个面瘫，然后很失望，脸也是一个面瘫。想到你自己，你居然把这个跟你自己拿来相比哦！你这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还是？
对自己很有自信哦。你一定要玩到他，会啦，一定会，一定会。你脸不臭吗？对啊，就表情就少很多。但至少配音有配出那个感觉啊，这可以感，这部分应该是经费的问题。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麻烦都撞上来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天禄城的事虽然没个头绪，但以我现在的妖力，直接回去了也帮不了他们太多。倒不如先想办法，把眼前的事摆平。FF 的感觉，但是玩到现在比较就是第一章后面，就觉得开始好像已经有跳脱 FF 的那种框架感了。比较没有那么奇幻的感觉，虽然很多地方还是很神奇。这下人到齐了。正说着呢，我跟师弟师妹们把湖面上能找到的黑莲都回去了，但是湖底的淤泥里还有一些莲子，再想办法挖出来。听说莲子过上几千年都还能发芽，也许是有什么原因让它们忽然生长了起来。莲子里的空间除了灵气没别的什么，大概是因为那些灵力介于虚实之间，才能影响到人的梦境。假如我们想要入梦去寻找做梦者的意识，那个空间或许还有用。什么用？若是没有特殊的方法，在梦中无法恢复体力与精神力，这颗种子的力量十分特别，以这种灵力去浸染我们平日里使用的物件或是吃食，先前的困扰就少了许多。有这么神奇？这样一来，我们带的东西、吃的点心，在梦里也一样能用了。只是一种灵力的附着和转化，不可能完全改变那些物品，不过聊胜于无。那要怎么做呢？把想用的通通带到种子里吗？虽然可以，但只怕效力微弱，最好是从空间里生出的东西。啊？听下来，难不成还得在那儿种地、做食物、缝衣服？有趣。有趣。别的先不说，单是种地怕就等不及吧。不必太过担心，灵力充沛的特殊之地，白骨草木也会比其他地方长得快上许多。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中间谁会做那些？本门弟子虽说也有劳作之客，可实在称不上擅长。学会里的确有些人研究颇多，但我和师妹……我会种地做吃的，也会缝衣服，让我试试吧，主人。太贤惠了吧！天哪，现在的田鼠精都这么厉害？这个我才不是田鼠精，对对，他这种叫做黄金飞天鼠。先进那个空间看看再说。嗯嗯。那能带我和师兄一块吗？我倒是也想去，不过我和师弟还得盯着挖莲子的事，这回就不凑热闹了，改天一定要见识见识。走了，去湖边，还得查查水域连通的地方。哎，以前总觉得到哪儿都有师弟师妹跟着，挺烦的。这回
难得派上用场。黄金飞天鼠。吴昭，让我去杀了他们。这些蓝衣服的把半魂莲毁掉了，还要把水下的种子通通挖出来。没有必要引来无谓的注目。杨平梦境已成，这些人不过是劳而无功，倒是辟邪和野魅。这只竹鼠太贤惠了，不如干什么干什么。连中镜，哦，嫁了吧，是不是嫁了吧？我们要小樱怎么办呢？波波浪符，黄金肥竹鼠。什么肥竹鼠？黄金飞天鼠。夏姑娘也睡过去了。不要吃它啦。镇上有不少人都得了这一身。我还指着老师多指点我几句，没想到老师也没说不起。婆娘病了，每日的饭菜城中这么多。田鼠沙西米有点可怕，我觉得。不要啦。群吗？找哪个裁缝不行？爹爹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啊？来了，在这边好了。收回去，收回去。有啦，它有飞过，它会飞哦。主人，我要仔细看看这里。那我和师兄也四处瞧瞧。随意，这里没什么危险了。哇哦！要不是亲眼看到，真难想象，一颗小小的种子里竟然有这么大的地方。细想近日所见所闻，果然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哇哦！主人，这里的土很适合种地啊，我喜欢这儿。看，我有种子。可以先种起来，不过还有些别的事。需要我们做什么吗？有人一起的话，速度会更快。那主人，你可不可以帮着准备其他东西？你把想要的告诉我。好，我也来帮忙。师兄已经沉溺进去了，不要管他。都想吃老鼠。种不同的植物，收获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在田里选好种子就能开始种了。种下以后，画面下方可以查看种子的生长情况。主人，你试试吧。好哦。田埂上的水壶浇浇水，植物就能长得更快。水壶哦，好，
浇水能缩短作物长成的时间，可一直浇水他们也受不了。主人，你可以先去别的地方转转，等他们长好了再来。好。这是竹鼠教大家种吃它的时候用的青菜。不是啊，不是哦。你看，那些灵气已经变得和之前不同了。怎么上去？哎，不能过去哦。哎，这不能过去哦。这样要怎么上去啊？上去吗？哎，他在这里。地方好大，可以用来建房子。水边也有一块空地，要不就在那儿修一座工房吧。建房子要很多木头，主人，你能不能帮忙找找？附近的也可以，但要结实些的。好哦，木头，我来找找。这根足够结实了，应该可以用。不错，先留着。Yeah. 再去别处找找看。这根看起来不够结实。可惜。羊表示我是主人还是工人啊？这帮个忙嘛，看起来不够结实，就帮帮忙。这根足够结实了，应该可以用。还是不够，再找一些。继续找吧。是工口人。什么工口人？这根足够结实了，应该可以用。木材应该够了。还在看，啊，要重跳。任务完成，工口声望加99。啊。
前都不知道，这种事情也不用太去了解，没有关系的。这些木材应该够了，我准备准备就开工。开工。哦，他跑到哪里去？下面。这里的水很清，可是好像没有鱼。要是能找来一些鱼苗，想办法把它们养大，就能捞到更多的鱼了。交给我。主人，你在别的地方钓到过鱼吗？那真是太好了。在别处钓鱼时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鱼，把它们放进这个鱼塘，将来就能收获许多的美味。海味。可惜现在还没有渔网，暂时不能捕鱼。工房里需要很多的工具，可是这里都没有。主人，你能去杨平的集市上帮我买一些吗？好。对应键是 Y。哦，可以传送哦。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意思？贝克加 Y 选地点 ，A 加 RT 选人。落脚点。哦，可以传到之前的地图了，赞哦！这样我也可以解之前错过的支线了嘛。